主席，今天会谈完之后，这好像是你的第一餐哦。我记得你还没吃饭呢。这个，请大家不要放弃。我们往往会给敌人在最后的时刻致命的打击。在这一天，这未来的两天当中，凡是有接到电话民调，你要说你要挺柯侯，不是侯柯，我们最后一秒还是可以把它转回来。OK。主席，你打过的选战呢？2014、2018都是人家认为不可能赢的战争，而且2024，你觉得再次复制吗？我就当作他在骑一日双塔，大家认为不可能再哇！现在是这样的啊、我当时让他都说那个统计误差范围内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民调都赢他3%以上就可以扳回来，所以请大家加油。主席，最后有没有要对柯粉还有对民众党支持者信心喊话一下？这个各位朋友，我听过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：只要阿北不放弃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虽然目前这个民调的这种比赛方式看起来对我们不太有利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放弃。最后两天，我们拼一个逆转胜，我们还是会赢的。拜托大家，好，记得吃饭哦。好，继续吃。